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是怎样做到进步如此之快的？近日，福布斯公布了中国2021名人榜，娱乐圈数十位明星登顶，歌手、演员、艺人全包含在内。总的来说，还是演员占比例多一些。可以从榜单中看到杨幂、赵丽颖、易烊千玺、王一博、张艺兴、周杰伦、贾玲等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的排名每年都有显著的变化，今年更是直接登榜第二。对粉丝来说，这样的排名，这样的努力是让人骄傲的。每一年福布斯榜单都会将娱乐圈这些艺人排名，可以看到他们在世界同类人中的位置。如果关注之前的榜单，就会发现王一博的位置是很靠后的。2019年他排名第71， 2020年排名第9，到如今2021年排名第二，这是肉眼可见的进步、成长和蜕变。作为新生代的偶像王一博，作为95后的青年演员，他身上拥有着属于年轻人的那份拼搏、勇敢、果断，也有着属于不符合他年龄的那份成熟和自若。他是荧幕上塑造多种形象、一人千面的演员，他也是在舞台上绽放魅力、用舞蹈成分的舞者。他拥有着不同的身份，也解锁不同的技能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热爱就要做到极致，坚持就要从一而终，严于律己，刻苦磨砺，没有什么比这份坚持更难能可贵。如果说风雨冲刷能够带来灿烂晴空，那么汗水浇灌就能带来无限能量。倾尽全力拼搏而上，才能打磨出真正强大的实力，才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光发热。爱滑板，爱摩托，挑战一切极限运动，热爱自己所热爱，坚持自己所坚持。全能艺人放在他的身上，这样的称号他当之无愧也担得起。如果说这些技能、这些兴趣爱好是抱着玩的心态的话，那么他这份玩的态度也让他玩进了专业的领域。这样的认真和冲劲，一方面也是这么多品牌在他身上看到的优点，同样也是吸引粉丝的闪光点。他虽然不是演员专业出身，但是在对待每一个角色，在饰演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，都投入了最真挚的感情，以及最有灵性的揣摩，可以说是剧抛脸也无可厚非。他所饰演的角色，即使风格迥异，但是却能够很快将观众带入其中。如果把这些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他联系起来，是怎么也联系不上的。对于那些不了解他的人，根本无法想到他这样一个寡言少欲、性格慢热的人，又怎么能演得起话唠、演得起冰山角色，或者是卧底警察这样的角色呢？然而他就是这样一层层带给大家惊喜，一次次打破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。或许大部分粉丝和观众是因为他在《陈情令》中所出演的蓝忘机这个角色而喜欢上他，然而当越了解，越会发现他是一个有着无限魅力并且值得关注的人。抛弃角色的色彩滤镜，真正吸引大家的其实还是王一博本人。同样也是因为喜欢他，才会去关注他的每一个角色、每一次舞台、每一个动向。从综艺节目到影视作品，从台前到幕后，从小舞台到央视大舞台，从洛阳牡丹到酷葛少年，从粉丝寥寥到人声鼎沸、万人空巷，谁见证了他的成长？谁看到了他一步一步的汗水滴落？最终大家在意的不过是舞台上那个呈现出来的完美的他。其实说到王一博，脑袋里想到形容他美好的词语和无尽的感慨，觉得语言文字描绘不出，也表达不出心中的千万分之一的感受。狮子座大男孩独有的浪漫会隐藏在各种小细节中。你说他不宠粉吧，他嘴上对人，但心里有你。他会悄悄做事，给你看结果。他是宝藏男孩，不了解他的人，很惊奇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人喜欢。而喜欢他的人，因为他多面的精彩，却又一时讲不出他的万分之一。因为他太特别、太独特、太吸引人，也太值得我们去爱。勇敢地去做自己，勇敢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当这份喜欢因坚持而折折发光的时候，就会变成耀眼璀璨的光芒，吸引每一个人驻足。
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